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 EVOne 的各位成员，他们还专门准备了个人特色的呈现，不妨为我们展示一下。啊，这趴就来。那从 AK 来吧，从 AK 来。啊，好。那我的个人技能，我是会学青蛙叫。来，谢谢。我喜欢这个环节，这一下把我们的距离就拉近了。啊，我的个人技是可以动头皮。再动。好的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有一有二，不能再三再四了。这个如果要再是一个青蛙跳或者动头皮啊，我的这个非常独一无二。OK， 非常不一样。就是因为我的眉毛非常浓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除了浓而已，它还可以 wave 动眉毛。你看，大家是拿了一些五官的特征来，反正都跟五官有点关系。我的个人技是动耳朵。哦，动了，好了，尴尬。大家好，我的特技是留给你的五官不多了，动鼻毛啊，不是动鼻毛啊，不是啊，动鼻毛，不是，动鼻毛。我其实如果这个能完成，我觉得也是啊，动鼻口，鼻口，动鼻口，动鼻口，鼻子，准备3、2、1，开始。哦，他表情好坚定。好，博远。大家好，我是 EVOne 博远，我来自贵州贵阳，我用一段家乡话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EVOne 博远，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带着 EVOne 大家来到贵州。打开心房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默。然后我第一次来到贵州，那我祝贵州的朋友们未来的日子里面都能够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，百事亨通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怎么从才艺到吉祥话了呢？我先从米卡，然后我的个人技是我的头发可以变成一个猕猴桃。什么？啊，猕猴桃。怎么这个变成超级变？怎么把我们个人技好尴尬呀？我的比较就是我的是啊吞拳头，吞拳，这个可以，这是绝活，因为我拳头很大其实，但我嘴更大，懂吗？哇 ，OK， 好了，可以了，谢谢。还有吗？我可以动我的肚子，非常厉害，腹肌。你练一下，可以看见吗？这个核心力量很关键。哎，这个个人技，沙哥是可以一直保持住。音乐，他每天都得吸着，这肚子一挺就是几十年。啊，不吸着他就这样。可以，比一下，比我更大的老师，真的可以。我控制不了了。厉害！我也不容易。我的个人技是叶问蹲。来，看到。厉害！厉害！这个我们还真的是不敢。